哎，出来！大声介绍一下自己。我叫张顺子，来自大理云龙县一个小山村。张顺子考了40分，大家快看！是一名长跑运动员，我这次不是来借钱的。顺子，哎，你为什么来？天哪，你！快快快！我要跑第一。你很喜欢跑步吗？放在脸上吹的感觉很自由。 跑步有啥出息啊？我可以拿全国冠军给咱们家争光。加油，顺子！你在这小地方跑得快没用。我要是敬你，就会像你一样没出息。像我一样怎么了？爹，你一年轻的时候没有梦想吗？跑步多苦啊！我不知道选择跑步对不对，但放弃我一定会后悔。顺子。 享受跑步，忘记比赛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路，不用在乎别人说什么，只需坚持自己想要什么。梦想，就是让你脱胎换骨的力量。 参加大运会，好，走。